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，我是小兵。元宵已经结束了，那新学期开始了，某宝上竟推出了文具盲盒，那我赶紧从某宝上买了三款盲盒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那我一共买了三款盲盒，第一款是这个9.9的文具盲盒，一款是这个19.9的文具盲盒，最后一款就是我买的19.9的手账盲盒。那我马上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些盲盒里面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吧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开箱第一款9.9的盲盒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吧。当当当当，那让我来看看有些什么东西啊。9.9，就这么一小袋东西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些什么东西。几个笔袋，6支铅笔，几个卷笔刀，1支活动铅，一套尺子，一个铅笔芯，还有一本数学簿。9.9，一共就这些东西，大家觉得值不值呀？个人感觉的话也不算太亏，反正9.9嘛。那我们来开箱下一款盲盒吧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9.9的盲盒有点什么东西，重量要比之前的那个盒子稍微重一点，不知道有点什么东西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盒子上面怎么五颜六色的呀？那先不管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好像东西确实也不算太少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些什么东西。2张便签，1支黏糊糊的中性笔，1本小册子，1支荧光笔，2根蜡笔，1个固体胶，1支水彩笔，1块小橡皮，2支水彩笔，1支记号笔。这袋东西和之前9.9的是一样的吗？让我来看一下是不是完全一样的。我擦，完全一样的。我操，亏了呀，多了10块钱，只多了这些东西，感觉亏了呀。这样东西和刚才是完全一样的，那我就不拆了。那我们赶紧来看一下下一款吧，就是这一盒手账盲盒。快速拆开，不知道里面的东西是不是有它盒子一样比较精致的样子啊，不知道。那我们赶紧来看一下。哦，东西还不少嘛，全部拿出来。第一本本子，这应该是手账贴纸，1个便签贴，1本本子，还有塑封。给大家来看一下，它是一层一层的。这个是小的便签贴，这个是长条的便签贴，1本正方形的小本子，这个非常的少女风呀，上面还有撒库拉啊，樱花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1个和风小狗的贴纸包，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样一个个半透明的贴纸。好，最后一个，这里面有好多东西啊，那我们拆开来给大家来看一下。好，那我都已经拆开来了。这个是一些金属的回形针，1个胶带卷，1些小贴纸，1支笔，1些夹子，1些这样的夹子，1共5个颜色，大小不一。最后一个是1本大号的便签贴，这个就是手账盲盒19.9的全部东西了。那大家觉得这些东西值不值呢？个人感觉的话还行吧，比文具盲盒那个19.9的好一点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些东西也不是特别多，感觉就差不多也就这个价格吧。 OK 啊，那我们这一期的这个文具盲盒那都给大家都开箱完了，大家觉得这些质量怎么样呢？ OK， 那我们这一期视频差不多就要结束了。那喜欢我盲盒开箱的话，给我来一个大大的点赞。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